关于你是来自星星的小孩吗？编译者如是说999。星号前言：星际种子对地球的扬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它们是高度进化的灵魂，虽然在其他维度的星系、恒星及行星度过大部分的生命周期，但是它们自愿在这个时刻投生至地球。其中的许多人在这个星球上生活了数百万年。是的，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完成共同设计的伟大蓝图，以使人类免受未来的灭顶之灾，同时带着我们的肉身推动地球从一个维度跳跃到另一个维度。这是整个宇宙的首次尝试，这是你最后一次体验低维度的生活。你可能认为扬升是一个新时代的产物，但它不是。尽管它对所有人都机会平等，但成功的人不多。有些曾经生活在这里的存有掌握了超越自我的能力和能量，并向世人传递这种方法。耶稣、佛陀、观音、圣哲曼只是众多扬升大师中的几个，他们都是来自星际高度进化的存有，但与宗教无关。相反，宗教为了个人私利和控制人民，扭曲了他们的教导。星号，你的使命是什么？首先，你需要使自己充分觉醒，必须为此工作，必须重新建立与源头和你的高我内在的连接，那是我们最大的宝藏。这也是你冒着失去连接的风险来到这里的原因。嘿，如果你这样做了，就会重新忆起一切。人们总是把它称之为高我，如同凌驾于自己之上，与我们分离。诚然，它是你最高的版本，你完整的灵魂意识，但它并不与你分离，它就是你。这就是高我和内在是一体的原因。它是真正的你，但已经被遗忘了这么久。我知道我们内心的呼喊，渴望充分表达，完全与自我连接，让意识流过我们。在这里，有时我们感到被囚困、监禁，且这个身体受到密度的限制，而我们却习惯于更多的自由。记住，你要请求它，须知道肉身是最完美的。有时候我们感到迷失甚至孤独，只想回家。家是心之所在，但你必须意识到，是你自愿要求来到这里，因为没有人可以强迫你在哪里。星号，你来这里就是为了帮助。你需做的正是我前面所描述的，从灵魂层面表达诉求。慢慢的，你肯定会知道自己是谁。当重新连接到源头，你将获得越来越高的意识能量。学会如何感觉、引导它、控制它。你会感觉到它存在于自己的身体和周围，存在于所有的生命体中。你的使命中最重要的工作是把光、能量和信息保持在身体中，并用天赋能力连接到更高的频率，将它们扎根在你的容器中，导入地球，然后向外投射。这种方式能令你改变实相，因为这能够带给世界遗失很久的信息。记住，你是观察者还是一个创造现实的人，这取决于你把什么样的能量放在那里。你是一个改变游戏的人，正在这里重新书写光芒四射的系统，并创造我们的集体现实。它是一个全方面的奇迹，甚至分享它都是光的一部分。在路上，你会不断发展帮助他人的愿望，协助那些觉醒的人守护自己的光。走上这条路，因为那是你内在灵魂的表达，传递真正的激情给你。如果你不愿倾听，是因为你还想适应，
或者正经受金钱意识主宰，被迫接受不快乐的生活，做你不喜欢的事情。此外，如同所有事物，丰盛只是一个频率，你必须把它调整到并除自我限制的信念，如钱是不好的，只有你自己才是它的居伴。星号拥有你需要的一切，这是天赋的权利。你生命的目的是生活并履行你的使命。当然，在进行这个旅程时，需要金钱给世界带来与石油和武器迥然不同的东西。是的，如果你觉得是有人把我们扔在这个糟糕的星球，那么生活在这样二元性的世界里是不容易的。因为许多事情似乎对我们来说不合逻辑，这个世界的许多地方缺乏食物、战争、账单、囚笼里的工作，这是毫无必要的。我们试过让他不工作，成为内在的反叛者，但在一段时间后，发现在这个世界很难找到适合我们的地方。对自由如此强烈的渴望，使我们害怕把自己放在那里。事实是，没有其他办法，你必须打开，不要因为害怕而隐藏自己。当你选择来到这里时，你并不害怕，你放弃了更高维度的存在，因为知道自己可以给世界带来独特的东西。星号，你是多么的勇敢。非常重要的是，你必须深刻地意识到自己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存在，你对现实的影响是巨大的，但必须对自己的能量以及如何使用它负责。专注能量的流向是非常棒的，如果你专注于消极的事物，就会创造一个与己与人都不是最高尚的事物，你会越来越多地放大这些恐惧，使之变成一个无意识的存在。以同样的方式，你也有权利将光之能量无限放大。很多时候只是因为我们不知情，允许别人窃取我们的能量，给予他们授权，或者让他人的能量进入我们的领域。星号，这必须改变，决定权在你。记住，你在这里为那些紧随者开辟道路，以便他们可以更快更容易地醒来。那里没有无边的痛苦，相反，这些你都能够解决。这并不意味着你必须保持自己的现状。请不要患上 X-Men 综合症，不要以我们星际种子和他们分裂的思考方式来应对生活。我们在同样的能量层面都有独特的表达方式，没有必要玩分类游戏。不要认为只有我们，当然你有权保护自己的福祉和底线，并选择与你同频的人。但可以想象，在这个似乎没有太多星际种子，而且并不是所有人都觉醒在当下的星球，变化是很快的。许多有可能觉醒的一部分团体，请你不要坚称为他们。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，有必要收回你的力量，开始把自己放在第一位。你高度慈悲，想帮助每一个人。但如果你不照顾自己，就会耗尽自己的能量。我知道，我必须帮助所有的人，这个想法基本上没有错，但这将成为一个问题，你对你认为可以挽救的对象，选择他们，附加到结果，或者当你把取悦每个人当作结果。一旦如此，便不能如愿，甚至，这都不是你的工作。在这里，你不是来满足他人期望的。所以，自信地做自己的事吧。继续前进，勇敢的灵魂，你永远不会孤单。沿途会立刻认出你的灵魂家族，你的灵魂伴侣。一个普通的表露就足以令你理解关于他们在此生之前的一切，并一直都记得。透过进化火焰瞬间爆发，你无法想象，
这有多么刻骨铭心，多么艰难曲折，但我会说，请一次次地给自己鼓劲。相信我，总有一天你会感激所有的一切。当你放开，就会提高自己的振动，并吸引与你生命共鸣的存有。然后感激涕零，因为他们也会激励你，你也会同样为他们付出。彼此手牵手一起成长，你会明白自己并不孤独，因为你坚信有家人的陪伴，你的感受即是完整生命的感受。不孝说，这就是你的灵魂家族，因此发展你的天赋，你的精神力量，超感官知觉 ESP 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它们是你谐振频率的工具，让你超越时空错觉。它不是写在一张纸上，一本量子物理的书中，它是真相。如果你足够开放自己，就能够感觉到它，并生活其中。并不是所有的家人都可能在此刻与你在一起，因为我们被策略性的安置在世界各地，但这不是问题，因为你不仅仅只是一个物理身体。关于身体，游戏规则要比他们教育我们的有很大差异，随着你的提升和频率增加，这将会越来越容易，因为当你向更高的意识层次开放，扩展意识水平时，你对现实的感知也会相应的改变。星号，地球上的星际种子主要来自天狼星、大角星、卯宿星、仙女座星系，他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特点和能力，但他们有几个关键的特点。你觉得自己与众不同，但不想适应这里，从儿时开始总是有一种感觉，你来自另一个地方，就像有人把你扔在这里。经常想家，天生喜欢星星、量子隐形传输、星际旅行、门户等概念，很明显对你的胃口。热爱大自然，喜欢动物。你有精神力天赋、遥感、心灵感应、透视、预言、ESP 等，我们都具备这么多的能力，其中的一些人可能处于休眠状态，有些人可能会因某次事件像 DNA 升级一样被激活。不要放弃，你的工作是开发他们，使他在正确的时刻被你激活。学习如何有意识地控制他们。你有天生的治愈能力，训练自己的能量疗愈灵气，有各种迹象表明你的身体密度不高。你善解人意，能感受到更深的情感、周围的能量，甚至感受到与你连接的人的情绪。你只与少数人连接，与能够正确理解你的人直接连接，对知识有热情。心理学、量子物理、灵性、天文学，没有时间讨论鸡毛蒜皮的小事。对如何与上帝沟通有自己独到的观点或个人经历，你觉得自己比实际知道的要多。你不喜欢权威人物，渴望重新制定你的生活目标，你是一个比你实际年龄更成熟更古老的存在。你有高度发达的直觉力，喜欢古代文明的信息和网站，如吉萨景点、玛雅金字塔等。在你所经历的痛苦中，对任何一种痛苦的容忍度都较低，对暴力极其厌恶。星号，如果你对以上感到共鸣，说明你不是人类。我们需要意识到这一点，不是因为想要有优越感，而是必须理解你自身的与众不同，以各种方式照顾我们的能量。你不需要寻找来自太空的人，因为我们就是自己一直在等待的人，其余的灵魂家人将在适当的时候出现。我们就是外星人，是传说中或宗教人物中的天使。星号天使等于外星人等于你。
我们是信息，确实我们在这里以各种形式带来信息。请你亲身探究，切身感受，与你的高我和精神导师沟通，并形成自己的判断。我想说的是，不要低估这方面的信息，尤其是他们与你产生共鸣时，这都是非常真实的。星号天使，简单的说，来自其他维度，是内在的你。我会告诉你一个秘密，他们没有翅膀。艺术家描绘的翅膀是他们在最高形态时围绕在周围的超级光芒，我们都有，只是肉眼看不见，除非你训练自己。他们以这种形式显身给我们看见，是因为我们希望看到的样子使我们很容易识别他们，但他们不是来自外星，却可以在你体内显影。星际种子分为许多类别，根据他们出生的年份和他们独特的性状，分为靛蓝的孩子、水晶和彩虹的孩子。靛蓝代表的是意志坚强，在这里他们的启动方式像战士一样有个性，而且已经准备好应对任何不符合人类利益的事情。他们的工作是在从内到外任何方面改变现有系统，拒绝任何形式的权威，因为他们知道主权在我。名为靛蓝，实质是对应他们光环的颜色，也有可能其他颜色与靛蓝融合。水晶代表爱，绝对的宽恕，而彩虹是你们的最后一代，一些人天生记忆力超群和 DNA 激活，他们分别有水晶和彩虹光环。所有类型的孩子，特别是新一代，都有很强的心理能力。谢谢收听，感恩祝福。